伍家谦坦言收入俾晒老婆。雨乔、伍家谦日前就出席活动担任颁奖嘉宾。睇到早前啊，伍家谦拍摄网上旅游宣传片掹鼻毛嗰一幕极受欢迎，佢就坦言随后多咗好多做旅游节目嘅机会。咁家谦啊，你会唔会考虑好似艺人咁同公司签约呢？其实一半一半嘅，而家我系一间，即系我唔系 run 一个 sport channel 嗰个，唔知你有冇睇咧，叫 HK Online TV Sports， 咁佢 under 间公司叫新 EITR 嘅，咁间公司啱签咗阿 J， 早排签咗阿 J 德，系啦 ，J 德就会系嗰间公司，咁佢亦都会帮我安排啲嘢。既然多咗咁多旅游节目做，咁你嘅收入实大增啦。是收入是好了的，但是来到这个场合梗是告诉人我全部交晒给太太处理。因为认真讲都真的挺忙的，那就变了其实是不是很准确地计算了自己搵了多少钱就没的，那就交给公司啊，交给会计朋友啊，或者我太太帮我处理。那我受惠都是我家人多一点，我想。